我发现这里水有点浑，应该有货吧。哦，哎呦，我去，哇，这真的是太意外了吧！朋友们，看这条麻扇，几秒就上货，我都没反应过来呀！我去，太牛了，太牛了，真的，运气真好，一下去几秒就上钩，你看。这是正宗的麻扇，头是黄色的，看见没有？还可以呢，一两左右吧，一两多，二两吧，可能一两多。好了，我继续往前面看一下，还有没有货？这里有两个洞，先掉这个洞吧。哦。我去，哎，想跑呀，你这小样，想跑也跑不了，太贪吃了，这黄鳝贪吃的下场。好了，我继续到前面看一下吧，应该还有黄鳝，这里有两个洞的。在这里发现三个洞，这有两个，这有一个，先钓这个吧。看这个的话，估计有货吧。哦哟！哎呀，哦，我就说吧，这个洞应该有货的。看，十多分钟就收获这么多了。没蚯蚓了。换根蚯蚓吧。